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，对吧？出个绿当比较好，对面瞬间爆发比较高啊。我们开始吧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！先给我把木镜戴上。真正的大师，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。倒吗？倒吗？有没怎么可能危机把他红抢了？放眼了，再见。不要被骄傲，他学 Q 刷也很慢的，我们可以三级过去抓他，他还没有弹在，不是他还没有药在。直接速三过去反他，变成有点克位的，他不好打位。这将会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按道理来讲，他这个时候能打完要打 F6 了，没打可能抓下去了，或者他直接毙了，因为他跟他状态是不好的。他下去了，等先 Q。 OK， 他没闪。这波别去刷他的野，让他刷野，我们去抢。刷住 F6，刷他的野的话，他打到一半，他过来我们就完了。回口血，他应该在刷野了，开个扫描过去给他抢。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过来开个扫描。不对啊，他就中了。没 A 掉，感觉 A 掉可以把他杀了。有些没助攻。来把长剑吧，我们开始吧。三局鳄鱼可以抓，有现在。哎，又回血 ，W 咬住一两段，这 EZ 没意思，跑不了了。现在感觉控不住，把他推掉了。
都怀着一颗血族的心。剑刃与肉身。双眼你要我来你又不上，我走了又上，我没看明白这个。打得有点困了。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激赶紧把六升了。回家，那这个先锋是我的。那马上变大可以越，这不这边打野在中呢，可以给他越。他在上待会，赶紧去拉龙。可惜他这个二段E没跳过去了。下一步这个位置吧，直接无敌了。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把他身上的赏金吃一下了。
我将为你指路。我操，这个逼在反蹲我。接下来下了。不行，感觉上来上稍微可以稳一点，上路二v二可以打。未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已经到时间了，只能开了，兄弟。我先叠个木子，把这个兄弟。马上要变大了。我也感觉应该也要过来，大闹可以打一打。他变小就得走了。溜吧溜吧，不搞了。买个铁板鞋盾弓来，星石西兰刀。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。这都不要来中反蹲一下。感觉他也要来蹲我，等他给二，我们可以 Q 给他躲。伤害太高了，躲是躲了，减伤也吃到了。骄傲遮蔽了双眼。对吧，把这龙给他控好来，最好来个土龙魂。对面这个阵容伤害就这么一套，那土龙比较好。
心将为你指路。这个杰的寻宝，爷爷是也坏了。哎，他把他惊吓到了，看他笨不笨吧，这不，你都站脸上去，猪都知道有人在。好像是鸡，他估计以为只有鳄鱼，他没想到我在。感谢文文的两个卡丁车，谢谢。我说怎么感觉突然有一股什么力量正在带动我，原来是你卡丁车的力量。这把赢了你有一半功劳。对吧，赢了来个什么凯瑞局 MVP， 这个 MVP 分给你好吧，凯瑞局我自己留下。感谢爱生活爱夜唱的撞粉飞机，感谢这位靓仔。那这个开路局分给你好了。形势先于蛮力，嗯，没眼了。有盾弓在，他跟我打不了了。盾弓铁板鞋，这会还真是屠龙啊，我刚刚就随便说了一下，这主播是不是放录像？那这把对面已经记了，你是不是要皮一下，等我大火你就死了。这远程改造丢了，我两速鞋，他371速，我说你干嘛呢？嗯，他依我，来来来来，哎，
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。我看这杰在哪，溜了。啥意思？这两个能打大龙吗？好像还真可以。大龙要双杀了，快点点。是我卡了吗？怎么看不到弹幕啊？还是你们睡着了，没人看了是吧？没人看我关播了。风水轮流转，你看十分钟前我还狼狈不堪，现在的我撵着对面走，十四个头的位也没用。他的不出穿甲又不出训刃，这种输出位没用的，不要出西兰刀屁用没有。我也玩的不太行，建议来斗幺二三二三进修一下。出个黑切加训练，这游戏早结束了。把位，明天来，明天来，明天给你们打把拳。你们要烂了，我就不跟你们烂，我走了。哎，我没跟过去，这不，我 Q 锁他了。没看到我玩位，只能说你看少，说明。来个绿叉吧，感觉他们杀不了我了。蓝盾可以稍微缓缓，感觉我需要一点移速跟攻速，待会儿切这个诺手乌鸦比较快。不仅知道他死，嗯，你看这么肥的胃，杀得跟杀鸡一样。我有绿叉子，呀！感觉就是差了点移速，镰刀绿叉都有了，我再来个反甲得了。
感谢文文的相遇飞机，谢谢文文的相遇飞机。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把龙魂控一下了，无极之道在我内心延续。泽维罗斯小手不干净，带来冲动。只要杀了一个，直接无敌。砍瓜切菜，看他攻速多少了，3.0差不多吧。明天见，明天见，明天7点见。最近的话有比赛就7点开，没比赛就6点开，没比赛就会播的晚一点。有比赛就会播的晚点开的话就顺眼，大家明天7点见吧。没比赛的话就早点下，早点开。拜拜拜拜，下了，困了。